我刚听到消息说这是终极一班舞里面最贵的，真的哦，是最贵。对，因为花了三天造景什么，然后只拍一颗镜头。我们一到的时候就在一直在想说这里到底是哪里。对啊，这里怎么又有一架飞机这样？然后我刚问说这是古迹吗？然后他们说应该就是一个真的飞机，然后摆在这，本来这边连地板都是一踩就会破的。我听到是这样，真的假的？我说什么很滑干嘛？哦，所以这个地板也是他们弄的。对，然后还叫我们走路要小心一点，而且一起来就觉得，对，因为我自己觉得很有感觉，我有点害怕。滑了，这里就很像电影里面那种，很像那种军事被研究啊，然后什么人造生物人什么的，夸张哎。好 ，OK。我觉得韦静哥今天演病人演得非常到位，因为我捕捉到他一部他在自己蕊戏，然后真的像，因为我在像自闭，哎，不是，我刚在床上蕊戏，然后就把我录下来，哎，超像白痴的。你有看回放？我有看啊，应该有被录到吧？没有，因为我们就躺在病床上，然后自言自语在自己蕊那个词。对，好 ，OK。没有蕊词啊，看起来很像，对，有可以。我们是很谢谢那个医疗人员的，我们只是拍照为了一些效果。对对对，好。